为了这点钱，您若是病了，值得吗？佣金居大不易，做什么都得花钱的。怎么，天双门带掌门，当累了？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性格根本就做不了掌门。再说了，这么多人，我怎么管得了？还有人非得跟我作对。 真的快累死了。世间有让你头疼的事情，真是有趣。我现在倒是挺佩服你的，饮泉水榭这么庞大，你居然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的。小轩吗？我教你。 是终究难以割舍，不如携手观风云莫测。